今天我们要挑战互穿对方的衣服了，是不是我穿你的衣服比你自己穿还好看？瞧吧，你冷的。10分钟好见。等着。纷争开始了。你看，我跟你说，给你挑的衣服都是很 fashion 的，你别给我搞些乱七八糟的。我跟你说，你放心，穿上我给你选的衣服，出门很多都没人敢拦你。你是不是趁我不在家经常穿我的衣服？被你发现了呢。